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接着看第六大段。其实道行时，总有五十五愿，这一段的经文比较长了，其实道行可以也分成几个小段，这个第一段呢，游摄道路。有十二愿，那么这是当年出家人的每一天的活动，现在人家活动每天的活动，就是出去托钵，其实也是修行，也是度生，也就是给社会大众做出一个最好的榜样。这个榜样是什么呢？于人无争，于事无求。一个人到无争无求啊，心就安了，心就清净了。心就平等了，无量寿经上讲的清净平等觉，就在这个活动当中啊，完全展现出来。那么看到出家人走出来，一个个威仪端庄。确确实实让人看到之后啊，从内心里面升起恭敬心，把恭敬心是心的就是这个仪表这个形象，就能够把一般众生的心的引导出来。这是善巧方便呐，所以慈悲为本呐，方便为门。一看到出家人呢，你就会想到要孝顺父母，尊敬师长，友爱同仁。慈悲一切，所以这个出去托钵是一堂功课，自行化他的功课。那么这一段你看也特别长，有五十五首偈。这一品经全文141首偈，这一段呢就占三分之一。那么从这个地方也看到，世尊当年这一些弟子们，怎样自行化他。我们看第一首偈，手执锡杖，当愿众生摄大师慧，是如实道。
清凉大师注解里面说得很清楚了啊，我们把他的注解念一念。这个五受不愿分成三段啊，第一段呢有十二愿，游舍道路啊。第二段呢是见众会啊，这有十九愿呢是所读四经啊，就是你在托钵时候你所遇到的一些事，所遇到的一些境界啊，这个都是举例啊，这个十九愿。第三段呢所遇的人物啊，见言师，这个是经文啊，这一下呢二十四愿啊，所遇到的人物啊，人物很复杂，所以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就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一样啊，你看遇到什么人，你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对待他啊，去帮助他啊，从这个地方呢你看的是善巧方便啊。啊，那么现在第一愿里面手指息障啊，先把息障啊简单的解释一下这个息障的表法。清凉大师说：“今初息者，清也，明也。啊，在五经里面，金银铜铁锡，锡最清。啊，金最重。啊，他取什么？取清。”锡的颜色是白的啊，银色的，取它的名啊，取清取名。至此障者，你看这个清跟明代表什么意思呢？清烦恼苦，明佛法苦啊。你看到锡障啊，要懂得它的表法，哎，烦恼清，佛法明啊，取这个意思啊，这两个意思最重要的啊，其他的更有多义啊，具如金边啊。佛经上讲的这个很多啊，诸位可以参考教程法术，可以参考佛学字典。它的用处呢，这里也给我们说说这什么用处啊？一，只为行道之意佛弟子出门手上一定要拿锡杖啊，我们现在讲是这是他的道具，他出门不能不拉锡杖的啊，一定要拉锡杖啊，这是唯一之一。第二呢，整衣起食啊，在起食的时候不能够问人要啊
啊，起湿的时候怎么办呢？这锡杖摇一摇，锡杖上通常都拴的有两个环或者三个环，哎，一摇它有声音，里面人听到外面有出家人摇锡杖的声音，就晓得他来起誓了，不用说话。啊，摇了三次，人家还不开门，赶快离开。啊，到第二家去徒步。啊，第二家没有，到第三家，可以托七家，不可以到第八家。七家托不到，赶快回去。啊，回去也有的吃。啊，因为有同伴呢，他们托的有多的，会分给你。啊，所以托钵不可以超过七家，啊，它得有规矩啊。超过出家人，这个和尚你看看，到处的，没有规矩。所以这个是它这个用途。那么发相似的愿，当愿众生舍大智慧，是如是道。啊，我们去托钵了，人家是施啊，啊，施主，古时候生活都不是很富裕，所以托钵一定要随缘。人家给什么吃什么，没有分别心。啊，这一拨饭，你到这个人家，人家只给你一瓢羹。啊，当然不够啊，再到第二家，所以可以到七家，七家那个钵差不多了，啊，会托一拨饭了。啊，有多的。再分给别人，如果大众都有了，还有多的，分给鸟兽，啊，决定不能够剩下来，等到明天再吃。所以佛规定出家人，啊，决定不吃过夜的这个饭菜。啊，这个是也是讲究卫生呐，啊，因为从前它并没有冷冻啊，没有冰箱啊，啊，所以饭菜这个东西到明天的时候一定会变味道，啊，所以吃完之后啊，剩下来布施跟鸟兽。施主对出家人。叫财布施，这个饮食是属于财布施啊，出家人有回报啊，一定给他说法啊，不能白受啊，要给他说法啊，要给他祝福啊，在外国宗教里面给他祈祷，就这个意思，给他祈福啊，所以法布施啊，以法布施来回报啊！啊，那么在这个里面，肯定有，不但有啊，我们相信还有很多。那是什么呢？在主家里，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一些疑难的事情不能解决，向出家人请教。啊，那我们怎么会知道呢？你就看到佛经里面这一类事情就太多了啊，许多人见到释迦牟尼佛，连自己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一些困难都向他老人家提出来，请求他老人家
教导啊，所以我们就能够联想到了佛弟子每一天出去托钵，肯定遇到这些问题。那我们现在所讲的这叫机会教育。这个是在这个帮助众生呢是最有效的方法，而且也是最方便的啊，不讲求形式，也没有拘束啊，这一问一答啊，帮助他解决他的疑难问题。所以引发的大愿是摄大智慧，大智慧就是大法会，世尊可以说每一天都摄大智慧，天天为大家讲经说法，为大家解决疑难问题啊，这个就是大家都熟知的啊，讲经三百余回，说法四十九年了啊。那么世尊当年在世最大的法会就是般若会啊，讲般若22年了，时间这么长啊，这就是一个大的单元。当然一个大单元里面可以分若干中单元小单元，我们在经上看到的世尊常随的学生1255人，这是常随众啊，一生呢都不离开佛陀的，佛到哪里跟到哪里啊。那么我们就能够想象到还有不是常随众啊，不是永远追随佛陀的，跟佛一个月两个月的啊，听一部经的，也听一个单元的，多了，听一年半载的也不少。那么像这些听众呢就没有数字的这个记录了啊，结结经的时候就是一笔带过就是了啊，与一些大众聚那个句子里头就包括了啊，这是世尊当年在世就是教学的状况啊。佛弟子所在之处待佛弘化啊，这个我们要晓得啊，他们学了之后也要到处讲啊，教学相长，自他两利啊，哪一个学生出去托钵的时候就是教学
机会教学，有能力有法缘的啊，有别的地方请，佛也常常派遣弟子去，那地方跟你有缘啊，你今天到那个地方去跟他们去讲一堂，常有的啊。所以这样教法的时候，佛法才能够这个影响的面呢就大了啊。你看他有1000多个学生，这个1255人我们都知道，个个都是能言善道啊，啊，修得好啊，修得好一定就讲得好啊，啊，所以经常讲他们皆是大罗汉的，啊，众所知识啊，啊，如果不常常出去讲，不常常接触大众，那人家怎么会认识你呢？啊，所以你从这些字里行间就了解到。当时世尊注视那一种弘法的状况啊，而佛为我们所实现的这个意义非常之深啊！诸位头一个要记住，佛没有道场啊，真出了家了。那么在当时佛的在家弟子当中，有很多过往大臣长者居士啊，我们今天豪门贵族很多都是佛的在家弟子，这些在家弟子也常常礼请佛啊，到他们治理的地区啊，他国王他这个国家那个地区迎请佛到那边去讲经说法教化众生啊，提供园林经舍啊，你看佛要不拒绝哦，很随缘啊，你提供这个经舍好，我们就住经舍，没有经舍我们就树下一宿，你看多自在啊，多潇洒，没有拘束，一切随缘而不攀缘呐、我们从这个地方去看呐、从这里去学习啊。过往大臣提供的这些园林精舍啊，像奇树结果多园，这都是属于啊结果多长者的私人的花园呢、场地都很大了啊，这么用大的僧团在里面活动绝对没有问题啊，但是佛没有要他的所有权啊，不是说我这个园子供养释迦牟尼佛了啊，那个时候供养是什么呢？就是供养你在这个地方讲这一部经啊，教这门功课，教完之后别的地方要请佛就去离开去了，所以我们用现在的话说呢，佛接受使用权，不接受所有权啊，这个园林经舍还是几乎都长者的啊，本来是乞托太子的，几乎都长者是，这是黄金布地把它买下去了，几乎都长者的啊，我们懂这个道理啊，以后佛教传到中国，中国寺院庵堂也是帝王大臣长者居士他们建立的啊，建立的供养出家人啊，那这个供养呢跟印度当时供养不一样，他连所有权都让出来了，可是
让出来是给僧团，不是给某一个人，依旧是如法的啊。所以中国这个道场叫十方道场啊，啊，只要是出家人，真正出家人受过戒啊，在从前有度牒啊，有戒牒，你到哪个道场都照顾你啊，都可以安谈啊。所以出家人不怕没有地方住啊，啊，任何一个道场都是一家人的，像亲兄弟一样啊，啊，没有不照顾的道理啊。每一个道场呢，都有自己的道风学风啊。如果对你很相应啊，你很喜欢，你就可以长时期留在这个地方学习。啊，那个不相应的，不喜欢这个法门，啊，不喜欢这个方法，你在那住几天，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参学。佛法84000法门呐，就是为不同根性众生而建立的。啊，所以在中国佛法有10宗派。啊，10宗，宗底下还分派。啊，这是什么？适合于各种不同根性的众生。啊，所以学华严的都到五台山去了。五台山是华严宗的道场。啊，学法华的都到天台山去了，浙江去了。啊，就好比我们现在讲专科大学。啊，一个人要把世尊49年所说的法通通学会是不可能的，那就好像一个完整的大学啊。我们后人根性不如古人呐，所以要成就啊，只有在经典里面选出一部分啊，你欢喜的，你能够读诵理解的，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你就能成就。啊，这秘诀在此地啊，一定要懂得一门深入，长时熏修。现在根性也是越来越不如古人，啊，正是世人所说的“一代不如一代”啊！啊，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原因是什么呢？善根。福德不如古人啊，这个外面的障缘一代比一代严重啊！啊，现在这个时，在这个时代成就啊，谈何容易啊！名闻利养财色名食睡，你能不动心吗？啊，一动心就退转了，大幅度的堕落了。啊，这是外面的障缘，里有内有烦恼，外有恶缘。你怎么能成就？啊，所以在我们这一代，啊，李老师当年
介绍我，学印光法师。啊，这个在学习过程当中，确实是有必要的。啊，我们初学要跟一个好老师，不能离开老师。啊，跟老师要选择。啊，我们自己不能选择，有善知识来引导。啊，这是这个语言就非常殊胜。啊，那印光大师已经不在世了，我们怎么跟他学呢？他老人家的著作在，天天读他的文抄，就是他的学生。啊，你读了能解，解了能行。啊，你能做到，就是印祖的学生了。印祖距离我们时代近了。听他的话了，决定没错。啊，他跟我们讲，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不要建大道场，建小型念佛堂，注重啊，不要超过20。在一块学经念佛啊，这净土中学经只限于净土五经一论，这就好啊！啊，不能搞太多，不能搞太杂。一心一意求生净土啊，要多少时间呢？我们从《净土圣贤录》，从《往生传》里面去看，绝大多数3年到5年就成就了。他就往生了。过去有同学问过我的出家人，他说看了净土圣贤录，看了往生传，这些人是不是这三五年他的寿命就到了？怎么都是这样的时间呢？我说这个看法了不合乎逻辑，哪有这么巧的事情？不可能嘛！啊，那什么原因呢？他功夫成就了，他虽有寿命不要念佛，这个法门呢，真正不可思议啊！啊，善导大师给我们讲啊，万修万人去啊！啊，如理如法的修行，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可是，在先前这个社会，李老师讲的了，往年在台中，他老人家常讲。10000个念佛人，真正能往生的人2、3个，不是万修万人去了，就变成2、3个了。这什么原因呢？不如理，不如法啊！所谓是口念弥陀心散乱，喊破喉咙也枉然，这一类的人太多太多了。
烦恼习气放不下，不是真干，不像古人，古人真干啊。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了，那才管用啊。三年五年呢，你就永远脱离六道轮回了。六道轮回是苦海啊，你真成功了啊。你要不肯放下，你要对这个世界世间法里头还有留念，还有执着啊，还要干涉，你就不能往生了啊。真正念佛人什么都放下了，你跟他相处什么都好，没有一样不好啊。为什么呢？这些拉拉杂杂都是你们的事情，与我好不相关嘛，我何必去干涉你呢？啊，一切随缘，绝不攀缘。啊，那么今天纵然是印祖所说，我们是小道场，啊，像我们这个佛陀教育协会小道场，啊，小道场也能够设大社会，啊，这就是利用现在的高科技啊。我们这个道场有网络啊，有卫星啊，我们在这里一起学习啊，在一起修行，利用网络卫星全世界的有缘人都能够同时在一起学习啊。这大师会比世尊当年那个会还要大啊！我们就迹象上来说啊，比世尊的还要大了，但是实际上呢，那是望尘莫及啊。为什么呢？世尊的大师会遍法界虚空界，这个是我们不知道的，我们看不见的，确实遍法界虚空界啊。大乘教学这么多年了啊，理事都明白了啊，就待证明啊。什么时候证明呢？往生到极乐世界就证明了啊。世尊为我们介绍的阿弥陀佛的大智慧那种庄严的境界，确实无法形容啊，只能说不可思议十方世界的学人得清净心者，在定中啊，都能见到。
啊，我们现在明白了，定中突破了时间空间的维次，空间维次突破了，没有远近，变法界虚空界都在眼前，啊，距离没有了，时间突破了，先后没有了。我们可以听到古佛在讲经说法，也能够看到未来佛的大智慧呀，现在科学家吧为我们做证明啊，这个事情是可能的，是真的，时间空间都可以突破啊，但是现在科学技术还做不到，不知道用什么方法突破啊，现在只是证明时间空间不是真的啊，正如同佛法当中讲啊，时空是不相应心法啊，不相信心法，不相应心法，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抽象的概念，它不是事实啊。所以我们这个人在梦中突破时空为此，定中突破时空为此，定功愈深，你突破的这个时空的面就越大啊。我们虽然没有其如这个境界啊，从佛的经典，从科学两方面合起来看，我们信得过啊，在理上讲得通啊，啊，这个事情就是等待自己去求证啊，什么方法求证？这个定功就是清净心啊，不一定要盘腿面壁啊，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了，见思烦恼断了，证阿罗汉果。阿罗汉的定是九次的定啊，啊，超越六道了，那对于六道里面的境况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六道里面的时空维次它全突破了啊，如果再提升一个阶层，与世出世间一切法都不分别了，菩萨境界了，那阿罗汉不能比啊，再要是与世出世法了，不起心不动念了啊，这就是如来境界了啊，那就是变法界虚空界没有障碍啊。那么由此可知，在华严经上四十一位发身大士跟如来果地同样的摄大智慧，是如是道啊，啊，那么这个大智慧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半般教学啊，教学的目的是什么呢？开始
诸法实相。教化众生，宇宙人生的真相。般若经上讲的这一句话，诸法实相，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叫什么？就叫这个把宇宙人生真相给你说清楚说明白然后教你怎样修，怎样证这个是佛法无比高明之处佛绝对不是说我这么讲你就也相信，不是的。佛跟你讲是教你方法，你去求证证得才是你自己的，证不得与你没有交涉。这就是佛跟一般宗教不一样，一般宗教神说的那就是真理你就得相信，佛不是这样讲，佛所说的是我自己证得的境界，你要证得才算是你的，你不能证得那你就没有分。这个让人呢心服口服一点都没有迷信的怎么证如？那佛把这个纲领呢，首先就告诉我们就是我刚才讲的，你放下一切执着，你就证阿罗汉果；你放下一切分别，一切都不分，你就证到菩萨果位。你这是放下起心动念，那你就证得如来果位你就跟佛没有两样。你看讲得这么清楚，这么明白我这个学佛，我26岁接触到佛法认识第一个出家人就张家大师我头一天跟他见面就向他请教佛法是方东美先生介绍给我，我对老师信任，一丝毫怀疑都没有老师告诉我，我跟他学哲学，就是佛经哲学是世界哲学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被他这几句话打动了本来我是最排斥佛教的，我认为佛教是迷信他告诉我佛经哲学是世界上最高的哲学所以我跟张家大师讲，我说我现在知道但是怎么能叫我很快的进入他老人家教给我看破放下真看我向他请教看破放下的意思我懂从哪里下手？叫布施是难呐难的要干，不干你不能弃儒学才那时候生活非常辛苦哪有钱布施大师告诉我1块2块总有这个可以1块2块也是布施除了生活多余的
都应该要布施。啊，我们这才懂得。啊，从随喜功德学起，人家放生，我们拿一块两块，随喜；人家印经，我们也拿几块钱，啊，去注印。啊，那果报我们是没有想啊，它自然就来了，越施越多，啊，越多越施。可不能急啊，急才伤道啊！啊，一急麻烦出来了，啊，所有一切毛病都起来了，所以决定不能急，要散。啊，所以财在中国叫通货，有道理，流通像水一样。啊，你要让它流通啊，你可不能把它堵住啊，堵住就变成死水啊。啊，死水就最不卫生的，藏纳狗物啊，一定要流通，这非常有道理。啊，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啊，那么这些都是张家老师。佛事门中有求必应的，啊，求不到的时候就是有障碍，障碍怎么能排除掉呢？布施，啊，布施就能把障碍化解掉，啊，到最后你要懂得把自私自利布施掉，名闻利养布施掉，五欲六尘布施掉，贪嗔痴慢布施掉。你没正果也差不多了，啊，也接近了。啊，事出世间法，通通都要舍掉啊。那《金刚经》上说的很好：“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佛法也不能执着啊！啊，执着就是病。啊，甚至于告诉你，佛法也不能分别，分别你就迷了，你就做到无明了。执着你就造业恶业了。啊，这些道理，这些事实真相。都要搞清楚搞明白啊，所以大事会时时时刻刻在在处处啊，对一个人也是大事会，你讲的是大法啊，了生死出三界，断烦恼证菩提，这个会一个人两个人也是大事会呀，啊，这不是小事，这是大事，这是事如是道啊！啊，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场所，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人事。全是自行化他的机缘，自行是提升自己的境界，化他是我把我自己这个境界与别人共享啊，啊，与别人分享啊，这就是利他了啊，所以学佛人头一个形象要好啊，你看释迦牟尼佛啊，这在经上讲，那经上讲的有很多是方便语啊，
我们都要懂，哪是真实说，哪是方便语啊。菩萨修行成佛了，还要特别去修一百劫的时间修福报啊，修相好啊，32相八十种好 啊为什么呢？相好能摄受一切众生，那众生一看到你相好啊，就很羡慕你，他就会主动来向你请教你怎么修的啊，那你就可以视如是道，你就可以摄大智慧。要用在日常生活当中，用在一切时一切处，就像天天出去偷钵一样啊，念念不舍，自心化他啊。所以我们自己形象不能不好，形象才是德啊，你有德而后才有道啊，道德呢就能感化一切众生，就能提升自己。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